原来是跟其他的在金门民族之间曾经先后参观了金门的历史文物、庞大的军事文物、安老和地域设施，同时对于农业的进步也有深切的了解。他们在经过两天深入的采访以后表示，金门前线固若金汤的军事设施和军民不屈不挠坚决反共的斗志令人敬仰。金门也是中国大陆同胞向往自由的道路。